主料，蒜黄200克，鸡蛋2个，辅料，油、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蒜黄摘洗干净，切断，鸡蛋打至发泡，油热后，葱花爆香，倒入鸡蛋，翻匀，倒入蒜黄，进行翻炒，时间不宜过长，1分钟即可，加入盐，少量老抽，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蒜黄翻炒时间要短，才能保证入口脆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